十二号台裁判员董春波，运动员冯喜才、李铎。十三号台裁判员王航，运动员马海涛、韩明。十四号台裁判员张宝，运动员张道伟、杨新淼。十五号台裁判员赵帅，运动员何文冲、李浩。TV 二号台裁判员孙树静，运动员吴京。阿根廷选手伊凡布拉斯卡。TV 一号台裁判员范文涛，记录裁判员李云龙、李勇，运动员南非选手穆罕默德·汉，德国选手坎哈桑·萨利姆·詹萨尔。现在比赛开始。你好。你好 ，Banking Please。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预备，三、二、一，开始。肯哈桑·萨利姆·詹萨尔获得开球选择权。比赛开始，第一局，坎哈桑·萨雷姆·詹萨尔开球。
第一局坎哈桑萨雷姆占萨尔胜，比分1-0。第二局，穆罕默德汗开球。犯规 ，four。第二局，坎哈桑萨利姆詹萨尔开球。
球。自由球。萨利姆·詹萨尔胜，比分2-0。Thank you。第三局，坎哈桑·萨雷姆·詹萨尔开球。穆罕默德·汗胜，比分1-2。开球失机，illegal。
Re-rack， 重新开球。第四局，坎哈桑·萨利姆·詹萨尔开球。
10 seconds. Not frozen.第4局，穆罕默德汗胜，比分2-2。第5局，坎哈桑萨利姆詹萨尔开球。开球失机 ，illegal break。继续击打，
自由球。第五局，穆罕默德汗胜，比分3-2。第六局，穆罕默德汗开球。
第六局，坎哈桑·萨雷姆·詹塞尔胜，比分3-3。谢谢。宁江蓝谷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共有2个工厂，总占地面积53000平方米。李仲林代餐粉产品获3项国家专利复审资格，并已经向国家纳税1.4亿元，已推出11款产品：儿童粉、少年粉、孕妇粉、老年粉、通用粉、低糖粉。詹塞尔开球。Yes. Half time passed.
犯规。第七局，坎哈桑萨莱姆战萨尔胜，比分4-3。第八局，穆罕默德汗开局。Illegal break. Re-rack. 重新开球。Break two times, you will lose my rank next time. You choose. You break or he break? You choose. He break. You break. 第八局，穆罕默德汗开球。开球时机三次，判负一局。You win, you win。第八局，坎哈桑萨利姆詹萨尔胜，比分5-3。第九局，坎哈桑萨利姆詹萨尔开球。
自由球。犯规。自由球。十秒，第九局，穆罕默德汗胜，比分4-5。Time out. Five minutes. I just wanted to ask you because I remember when you told me do you want to carry on playing because it's an illegal break, then I carried on playing. Remember? Slowly. Yeah. Okay. Remember you told me it's an illegal break, so I said I'll leave it like it is. That was the second one he made an illegal break. The first one I made an illegal break. Then the second one, when you told me you want to carry on playing, it was an illegal break, so I said, yeah, I carry on playing.
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三年售后质保，超十年使用寿命，售后保三年，人工省几万，厂家包安装。九万级球器，售后保三年，人工省九万。销售热线400-6060-147转二。华南龙邦食品饮料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以华南特产的优质无糖南瓜籽为原料，精致加工的南瓜籽植物蛋白饮料和白瓜籽代餐粉的民营企业，产品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让消费者喝上呱呱胶，身体呱呱叫。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老伯，追上啊！来呀、啊！太平了吧？酷性这么好？啊？追上啊！乔氏金腿。追分神器，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严正声明，我司就近日频繁收到关于乔氏钢库、乔氏石库是否乔氏所出新品的问询，发表如下声明：除 JOY 乔氏外，市面上其他含有乔氏、乔牌等字样的球桌品牌，均非秦皇岛乔氏台球桌厂出品。其品质与正品 JOY 乔氏球桌存有较大差异。我司目前已对乔氏钢库、乔氏石库等商标向工商总局正式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并将保留进一步追究乔氏钢库、乔氏石库制造者、销售者及支架用甲者法律责任的权利。即日起，全国有奖征集乔氏石库、乔氏钢库销售线索、使用线索，举报热线400-6060-147。孙斌大米产于黑龙江松花江下游南岸，位于世界三大黑土带腹地，土质肥沃，是国家优质水稻基地、国家绿色食品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孙斌大米坚守30年，只卖新米，严选新稻，一年一季，杜绝陈化粮，为家人选好米。就选黑龙江名牌孙斌大米。This is right because you are late. 第十一局，坎哈桑萨雷姆詹萨尔开球。
第十一局，穆罕默德汉胜，比分6-5。第十二局，穆罕默德汉开局。开球时机，一粒个 break。Play, hold on. You play. You play.
比六。决胜局，坎哈桑萨勒姆詹萨尔开球。坎哈桑萨勒姆詹萨尔胜，比分7-6。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